各位把《论语》讲要八义五业找出来，815页。找出以后，这一章经文我们先念一遍。子贡曰：“周之不善，不如是之身也。是以君子勿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也。”这是子贡讲的这一章经。周呢是殷朝，纣王。殷纣王啊，这个大家一提到殷纣王都知道了啊。他呢不善，这个子贡说啊，他的不善不如是之身也呀，不那样那样这个恶了。儒士之圣是指的子贡那个时候，大家一提到纣啊，就觉得这是罪大恶极了啊，那是儒士之圣。子贡认为不一定是那么那样罪大恶极啊。是以君子勿居下流，为什么当时一般人一提到纣啊，就觉得这个是啊天下最恶的一个人？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下面讲的天下之恶皆归也呢，像纣这样的人呢，他当然造了很多罪恶的事情，到后来天下人呢都把天下所有的罪恶啊都归于他，认为他是造天下的罪恶是最终的一个人。是以君子勿居下流，这是讲这个子贡的看法。因为天下人都把这个罪恶啊归到纣这一个人的身上，所以君子啊勿居下流啊，是物是憎恶了，居在下流啊。一般人呢，这个不愿意居在下流，就是所谓下流是做了一些事情呢，就像那个水一样的往下流。一居在下流呢，那就是像这个纣那样的，一般人都把这罪恶是归向于他，就像水一样的，水是往下流的，人呢，某人如果有时造了一些罪恶的事情呢，到后来人家都把那些罪恶的事情都，推归于他。子贡讲这个意思，就是最重要的是以君子勿居下流啊。君子是一个读书的人呐，修道的人呐，他凡是君子的话，知道这个利害呀，
他不敢居在下流，那就是说，一举一动都不敢，做那些罪恶的事情。这公这个子贡呢，拿这桩事情呢，叫人家知足警戒，拿这个殷纣王的做一个一个警戒的事情。那么这句话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修道的人呢，不能说啊，这是小事情呢，人格欠做一点这个小的罪恶没什么了，那个不知，那个不能这样想法。就是人的修行啊，好像那个建设一样的，一步一步的往上建筑啊，不容易的。但是要摧毁它，很快就摧毁了。再拿这个，上山来讲，上山是一步一步往上上啊。在下来的时候，要往下的话，也很快就下了。那就一个人的修道啊，在行为上呢，不能有一个时候有个缺点。一旦有了缺点的话，以后想补就补救就是补救，很难了。就拿这个来作为鉴戒呀。我们读历史，读古人那些，历史记载那些传记，像这个殷纣王，他不是传记了，他是这个，亡国之君写在那个，那个帝王的这个历史里面呢。那是更显著了，所以拿这个做鉴戒的。现在再看816页，子贡曰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也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耕也，人皆养之。”君子之过也啊，过是什么呢？人人都有过的。圣人才没有过。没到圣人地位，就是在贤人的地位啊，都还是有过的。那么这就讲君子之过也啊，君子是读书修道的人呐，他有过，他有过的时候呢，如日月之食也，日食月食。那么现在讲这个天文学，大家都会明了，不必详细讲。那么君子有过，就如同日食月食那样的。这个日食月食啊，我们在大地上的人呢，都看得见的。所以过也，人皆见之。那么君子之过，人都能够见到，就如同日月食
人人都看得到。庚也指的这个国，君子由国人也见之。那么如果改国的时候呢，人家养之，那个人人都仰望他，这就拿日月食来做比喻。日月食，那么谁都看得见呢？日月食过了，又重新那个太阳也好，月亮也好，重新出现的时候，那就更啊。人人都啊，在见到他的光明，都仰望他这个，这个光明。用在君子改国上面呢，人人对他这个，勇于改国啊，人人都，信仰他。子张讲这一章经重要处啊，国是人人都有的，所贵重的是啊，君子不像一般人，一般人有国的时候怕人家知道，那么就算人家知道的时候啊，他还找出很多的理由出来掩饰，这叫问故。一般人都有问故啊，问你问实啊。君子不如此，君子有过的时候啊，自己有时不知道，人家告诉他，他很感谢人家，马上改。所以君子有过，人看到的话，或者人告诉他，或者他自己有过失，事后发现了，不会掩饰自己啊，就是改过啊，一改。好了，这个锅是这个锅没有了。我们任何一个人，谁都有故事。这个故事什么呢？自己往往不知道。我们说话、做事情，往往呢对人家有伤害，我们往往不知道啊。为什么自己不知道呢？自己是凡夫众生啊，迷惑颠倒，凡夫众生啊，所以有故不能知道。君子他能够啊，事后自己能够知道，或者自己不知道，别人告诉他，他很欢喜，很容易接受人家劝告，马上改。一改之后，不会犯同样的过失，这就了不起了。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，时常发现过失，时常就改，改了之后，永久不会犯同样的过失。他就一天一天的故事减少，故事减到没有，那就成功了。所以子贡拿这个日月之食啊来做比喻啊，我们学君子学儒，先学君子。君子心里也坦荡荡的，
这个不怕人家知道有过失啊，人家知道自己有过失，马上改呀。这就是君子啊，君子学好了就是贤人了，贤人进一步就是归圣人了。所以这章书在这里面，你要学君子，就要去学着这个，要改过。现在才翻到818页，魏公孙仇问于子贡曰：“仲尼言学。”子贡曰：“文无之道，未坠于低，在人。贤者知其大者，不贤者知其小者。莫不有文无之道也。夫子言不学，而亦何常识之有？”我们先把经文文字我们先看一看。魏公孙仇啊，问于子贡曰：“公孙仇在那个时候啊，同民的很多，那么后面注解又讲到了，就在春秋的时候时代啊，鲁国有公孙仇，郑国、楚国都有人呢，名字叫公孙仇。这个呢是魏国的公孙仇，所以经文开头就讲的魏公孙仇啊。所以经文的文字啊，它一个字有一个字的作用。提出魏公孙仇，就把这个人呢，说清楚了，他是魏国的公孙仇。他问于子贡曰，就问子贡：“仲尼言学了。”仲尼是孔夫子了。言学就是啊，言到何子讲，他从哪里求学啊？孔夫子学问这么好，这学问从哪里学来的？言学言到何子讲，从何处学？那么子贡就答复他，子贡曰，子贡在孔孟之中，他是最会言语的啦。十者之中，言语在我子贡啊，就是。所以他，你看他怎么答复他？先讲那个。你先看看，魏公孙仇问孔子言学，学是学问呐。子贡怎么答复呢？文物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子贡答复是讲道啊，不是讲学了。文物之道，文是周文王。我是周武王，
为什么叫文望无望之道呢？讲中国文化，这个推到最早的时候，就是伏羲氏。伏羲氏以前呢，没有任何文字，各种符号都没有，那就没办法讲了。那只有从那个伏羲氏开始讲，伏羲氏画的八卦，八卦就是最早的文字。那么那个伏羲氏的，他最重要是道啊，画的八卦，八卦重叠起来就是64卦，在这些卦爻里面，把这个宇宙的起源，人生是怎么来的？不但人生啊，其他的动物，它的来源在哪里？就在伏羲氏那个卦爻里面呢，讲的非常完备。你知道宇宙的起源，人生以及其他动物的呀，生命的由来，然后对于宇宙的这些问题，人生以及其他动物的这些生老病死的问题，那么这才有办法来解决，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色呀。要找到它的根源呢，根源都找不到，哪有什么办法来解决了？所以讲一讲就讲那个道，道推到最初就是。伏羲氏，伏羲氏以后，这在这个《易经系辞传》里面，孔子写的很清楚。那个伏羲氏呢，就是说是武帝了，皇帝了，尧舜呐。神农氏啊，是伏羲、神农、皇帝、尧舜，这是叫五帝呀、这是一种讲法。五帝还有别的讲法，这里就讲这个五帝。五帝的时候，对于伏羲氏讲的这个道，甚甚相传呢、传到有这个，比如说尧舜，尧把天下传给舜，舜把天下传给禹，禹是夏朝，夏朝以后殷商之后周家，这叫三代，叫三代就成王啊。三代开国的这个帝王啊，这王都是圣人。这些圣人呢、对于伏羲氏讲的这个道都明了，
到了孔夫子，再加以详细的解释。那个一般闲人都可以看得懂了。所以到了文武啊，文王、武王，文王是在被殷纣王把他囚禁在羑里的时候，他就研究易经。每易经每一卦下面的文字是文王写的，每一爻下面的文字是文王的儿子周公写的。这些中华文化这一脉相传的，讲的都是道啊。所以这个道呢，到了文王、武王这个时候啊，他用文字把这个卦爻都说明了。这个还不算，后来周家有了天下的时候，伐纣成功之后啊，由周公治理作乐。这个礼乐啊，前代也有，但是到了周朝由周公来治理作乐啊，就完备了。所以在这里讲子贡说，子贡说文武之道啊，文武之道就是文王这个跟周公做的这个卦爻的这个文字说明，再加上周公的治理作乐，这个文武之道啊，到了周家完备得很，未坠于低呀。这个文武之道，从伏羲氏开始，这个道啊，到文武这个时候，那么这个文王、武王早就不在世了，这是春秋时代了。春秋时代虽然还是周家的天下，是东周，但是文武早就不在世了。文武虽然不在世，但是他传授的道啊，未坠于低呀。未坠于低，这个，那个意思说，文武人虽然不在世间了，那个他道还在人世间呢，没有坠落啊。未坠于地，接着叫在人，还在人世间，还在人世间。人家哪里呀？道有人传的呀。贤者志气大者，这个识多多知，知识啊，记得。记忆的意思，贤人把文武之道啊，志气大者，他知道，知道是记在心里面。道呢，由
大的有小的，大道是贤的，他明了，明了之后他就记得，然后就可以传播给别人。不贤的，还没到贤人这个地位，只是小者呀，自己这个道啊，大道是远大的呀，无所不在的呀，小的是局限于某一种啊，这是小者。无论是贤者不贤者，知其大的知其小的，莫不有文武之道也呢？哪里都有文武之道。夫子言不学了，把这讲完之后，这个道啊，大道小道都还在人家。那么你问夫子，你问仲尼言学，夫子这就是仲尼了。言不学了，他哪一种不学啊？这就根据公孙朝问的，公孙朝问的仲尼是从哪里求学？子贡先把这个文武之道还在人家，接着就答复他的学。我们的老师夫子言不学，哪里不学啊？也就是他这学是无处而不学了。既是无处而不学，无人而不学的话，而以何常识之有啊？他的老师不是固定的一位老师啊，常识何常识之有？何常识这个倒转句法，何有常识啊？何常识之有是何有常识啊？他哪里有是经常固定的一个老师？不是啊。那么这个后面讲要里面讲的，秦朝这个刘氏正义，刘宝南的，这个《论语正义》就讲了。那么书传里面所讲的，这在821了，刘氏正义所讲的。书传里面讲啊，夫子问礼老旦，老旦是周家的一位有德有学问的一个人，一般叫老子。那孔夫子曾经到周家向老子啊问礼，就是跟老子学礼的。方悦长虹，长虹呢是这个音乐家，学琴于长虹啊，跟长虹学琴呢、啊。问官弹子，官也做官了，做官也不那么容易的。做官有做官的学问，所以他曾经向弹子
学这个问官的，问做官之道的。那么学尽思想，跟着思想学过钱的，前面长虹啊，学的更多啊，学的音乐方面更多。那么刘世珍一把这些人举出来以后啊，这些人孔子都跟他学过的，所以说其人苟有善言善引足取，皆为我师啊。这些人他只要有某一个专长，也是在言论方面，行事在行为方面，足以可取的话，那孔夫子讲都是孔夫子的老师，孔夫子都跟他学。这里还举出了几个最有名的了，其他还有很多啊，不必细讲了。那就是说，圣人呢，所以有这些个跟这些普通人就是那么。这些都不是能跟孔夫子相比的，他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特别专长啊。孔夫子为什么跟他学呢？大家知道，行菩萨道，要破尘沙壶啊，尘沙壶破干净了，那天下的事理无所不知。尘沙壶破干净了，根本无明也破干净了，那就成了佛了。佛叫世间解。成了佛的，我世间万事万物一切的道理无所不知。孔子圣人，当然他这些世间事情都知道了，他以这种学习的这种精神来，等于是现身说法了，就是告诉一般人呐，你要学到，逼得不能啊，自己感觉满足了，没有满足的时候，不能够满足。学问学得越多，越能帮助修道。你就拿我们学佛的人来讲吧，学佛，我们现在在台中一个道场，雪路老人传给我们的这个普通法门，还有特别法门。特别法门是最重要的是，学了老人就传给我们念佛了。念佛很多种的，他老人家教我们学的就是学阿弥陀经啊，阿弥陀经专门讲持名念佛了。
顺便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的，不错。善根不备，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个道理，就是玄奘老人过去讲的，说我们大家都是中等根器的呀。中等根器不能不研究教理呀，不但要研究佛家的经典，儒家经典也要研究。研究的愈多，愈能了解这一句佛号，它这个含义无穷。知道这一句佛号含义无穷啊，我们提起一句佛号啊，那这个力量就不可思议。有一些人念佛，你能感觉用不上力量啊。这都是中等根基的人呐，用不上力量什么呢？是对于这个一句佛号的涵盖的意思啊，没有很多的了解。要对于这一句佛号这个含义那么多啊，那就必须得要广泛的研究教理了。研究教理愈深入，对于这句佛号啊，知道的愈多，知道的愈多，这一句佛号提起来，它这个力量那就是，不可思议了。这是举这个例子了。我们研究儒家的这个学问呢，特别是要修这个儒家这个道啊，儒家这个道啊，跟佛法是一致的，跟佛家的普通法门是一致的。既是一致的，那研究佛法就好啊，为什么还研究这个儒家这个学问呢？就我们儒家的文化来讲，佛法传到中国来，特别是大乘法门呐，就在我们中国发扬光大了。就是有儒家这个学问，比照的来研究。那个南传佛教不是如此啊。那么因此，儒家的学问呢，他从无论开始学，这就是特别的。就从无论上面开始学啊，学到了形而上的时候，就是出世法。在无论方面学，非常切实，那么这个行菩萨道，儒家讲这个学君子儒，君子儒的话，首先你要教化别人呐，首先在家里的，夫妻、父子、兄弟，家里的这个这些这个人呢，要相处得很好。
家里人相处好，就是，然后推广到家庭以外的社会，就五伦，五伦就敦伦敬厚啊，敦伦敬分呐，人伦敦厚了，然后尽到本分，这就是印光祖师讲的。尽到本分，尽到基础，就是出世法，就能了生死。这是儒家的这个文化的特点呢。虽是出世法可以成就圣人，但是呢，它跟佛家这个佛法相比，它是普通法门。因此，我们在讲儒家的学问，跟佛法一比的时候啊，还是最后归结到念佛法门，把这个道理都贯通了，这一句佛号提起来就有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是大了。那么我们那个休息一个时候再继续。